我先把这块肉处理好。哦，小欧啊，这里东西你一个都不跟你没关系，我跟你先说清楚啊。我来把饭先焖上。哇，这样啊！哇，准备炒菜了。哇，哇呀呀呀！要了命了！那我们用点剁辣椒一起炒腊肉，好不好？好。每个椒都可以放一点哈、啊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味道很极了。出锅了！哇，赢了！嗯，这个蛋看起来很好吃，肯定下饭。好嘞，直接端出去吧。好，对，吃饭，吃饭喽，吃饭喽。这紫薯放进去，这个粥跟你这衣服的颜色特别的像，你看，你看我一打一看这俩。我还有一个同一颜色的帽子。哎呀，这是大华最爱吃的东西。香葱鸡蛋饼吗？这算是？好快啊！你看，你眼看着这个饼就起来了，不，起火了。嗯，可以了。嗯。哇，好给力啊！哇，哇塞，哇，绝了！别绝了！哇塞，这好正宗啊，真的，这就是，这完全就是餐厅里做的，这就是。对。期待已久，炖羊肉，哇、哦，这才叫色香俱全。哇，我的蛋炒饭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开心了啊！为我们至苦而向往的生活啊！嗯，来来来，妹妹，我发现最爱吃肉了哈。一会儿你要吃几个肉丸子？就吃一个吧。可以多吃几个啊。我这我就把虾烧了吧。哇、哦，好厉害！差不多了啊，嗯，这个码子也真的是，嗯，绝了。这好了啊，嗯，我们拿去处理一下，晾一点再包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、要不然它肉会碎掉的。我要肉三杯鸡啊！
放进去吗？耶，丞相。哦耶，松豆糕好，小蝌蚪。熊熊，把汤饭都端上来吧。好，现在开始了。对，开始吧。闻一下，这个太香了。这汤真的要疯。哇哦，哇，这个小龙虾好香。哦，真的很厉害哎。哇，好香这香菇。你看这米饭，还有加那个腊肉什么的。嗯，对，太香了。快来吃饭吧，朋友们。我来用这个特仑苏做一点姜撞奶。也不给个榨汁机，哦，姜汁，刚榨了姜汁，然后煮点奶，用那几个内蒙草原的特仑苏，煮到80度。隔水在蒸，很好 ，very good。来吧，哇哇哇！哇，哇，太香了！哇，是真的值得鼓掌，太专业了，这个。就我吃过最好吃的姜汁撞奶，不知道是因为黄老师的原因，还是因为用的奶对呢？嗯，特仑苏姜汁撞奶都对了。嗯，特仑苏的特点是自然有机，口感细腻，奶香浓郁。你拿好好吃。